据卫山安宰贤结婚三年，近日婚变消息闹得沸沸扬扬，双方各执一词，隔空交货。就连两人2017年携手出演的实境节目《作家受访》的内容，也再度被搬上台面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当时节目编导金大洲就曾坦诚，工作人员都有发现，安宰贤镜头前和私下差很大。并不是观众眼中的深情暖男，会犯和普通丈夫一样的错，会对老婆说不应该说的话。节目里的爱妻暖男形象全都是靠后制努力剪出来的，而看过原版的人更是直呼看到两人的婚后生活不敢结婚了。其实聚会上就曾坦言不想上节目，是安宰贤不停说服他才勉为其难配合。对此网友都惊讶不已，认为是他自己要求拍的，结果却得靠剪辑才能剪出爱妻人设。对于镜头前后差异，更有人嘲凤，谁还敢说安宰贤演技差？光是这节目就可以得最佳男演员啦！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